现在早上七点，要去外面吃早餐间。那洗了吗？哦。刚刚我朋友说他在烤面包时就这样叮飞出来。这个一定要吃。那个杯子有够顶。吃完早餐，现在差不多八点这样，我们要去码头，然后过后我们就会去跳岛。OK， 现在靠近九点，我们现在上车，坐车去码头。不是，我好想跟你回来。船还没有 ready go， 所以要在这里等多一下。这里就是昨天吃晚餐的地方。第二天我们才去我们的 instructor。好，谢谢。终于可以上船啦！有想穿的吗？防晒衣。你可以看里面。大概五月要结婚了，三月还来海岛。哈哈哈哈哈！海岛也不错啦，他可以拉到这里来。Hi, Melissa。 所以今天是只有我们两个在，然后 Melissa 是我们 instructor， 小谢是我们的 photographer， 耶、yeah。 我们现在去丁巴先，大概45分钟的船程。终于到了，哇，太美了吧！在这里可以拍20分钟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头发已经在整个环城风中凌乱了。现在我们先去拍 drone。哦，张潮说这里会玩，这样子跟我们去那个菲律宾的时候一样哦。它的水也是一样，这样干净。大概50米、60米左右，老公去拿下来。来看成品吧。现在我们到 Mandaking， 然后他们会在这里 snorkeling， 我们就在这里待。然后我们先需要先上去 register 到3D。啊，这么全部都这样子吗？1, 2, 3。好笑，我觉得。希望等一下第二个带不会这样冷。
currency best run。我看那个谁，那个老板超级超级 strong， OK， 一直他是带我们去升下去的。你知道我们该需要几米吗？27米。哇，他的教练给你看了、啊？他过后上来的时候跟我讲。啊，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我都没有穿手表、嗯，一直踢啊踢，我又刚好忘记穿袜子，哇，踢我脚痛要死。可是还好有，我有看到一只 garter fish， 三只 stingray， 哎 ，garter fish 都是看到都是一只一只刚跑的。Garden of Eden， 现在是 Pandanan。 Stand by camera， One Slow-mo buddy， Slow-mo， One Two Three。 忘记带袜子的结果。早安了，谢谢 Kelvin， 谢谢 Melissa， 下次再见啦，拜。我觉得很推荐来这里潜水，因为200块三个 dive 我觉得是超级值得的，而且大家都很好聊 ，Melissa， 还有 Kelvin， 还有小谢，他们都很好聊，都会跟你分享很多那些技巧啦，然后还有很多沙巴的故事啊，都很好聊，大家民宿的所有人都很好聊，很推荐大家来圣伯纳玩。那 OK 吗？很 OK 啊，他不 OK。先回民宿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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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。